好妞，这个网红小象起泡胶是我先选的，你先选的怎么样？刚才那个漂流瓶起泡胶都给你了，所以这个小象起泡胶应该给我。泡妞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漂流瓶本来就是靠我自己的实力赢得的。那我这次也能靠实力赢得这个网红小象起泡胶。行，那我就让你一局，你说咱们下去玩什么？玩什么？咱们就玩这个。胖妞，你确定选这个积木？当然确定了，今天咱们比赛积木搭房子，谁的房子搭得好，起泡胶就是谁的。好，那你啊可别后悔，走吧。走。我今天呀、要做一个大别墅，我要做一个小城堡。我这大别墅可真大呀，就是感觉少了点什么。胖妞，你那个是少房顶，看我的。哦，那我也要抓紧时间盖房顶。哎呀，这样看起来就好多了嘛，不过这个房子看着有点大了。哎，有了。我的房子搭好了。哇，胖妞，你怎么搭这么大的房子啊？月月，你别管这房子大不大，你就说好不好看。不好看。你的房子啊大是大，但是没有我的小城堡好看。哇，切，月月，你这房子一点都不好看，还是我的大别墅好。哼，反正啊我觉得我的好看。我的好看，小象起泡胶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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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。